因为开的时阵哦，这个水平较好滴嘛，水平较好滴嘛。啊，讲的是其他讲嘛，真是无差，对啦。你今晚弄得真困难。还辛苦，对。开干锅口罩，啊，我来东西，啊，旅游家，啊，这些口罩，这旅游上所有，我旅游上不了，开关口罩，这样的，应该是，应该是无遐，无遐准备管什么好，应该是，那个，无停，哦，无停在个起反应，这冰冰，那个光火药，一切把H1N1应该报告吧。因为死亡率大，这么低的，大方程，那个 WHO 确定诊断是100%的，啊死亡率是80%，所以大概0.08%。那也因为每当有这些数据来说不一样，所以绝对是差不多0.4加0.多，吼，差不多一点。啊，讲一般因为流感的严重度嘛差不多，啊，就但是因为大家拢无迄个免疫抵抗力吼，所以转变掉下来较侪，但是伊迄个状况吼，一样，但是伊。给你接受住不管，我们省会自住需要到段营的客厅都在西方。台湾最有福气的是第一个案例已经出院了。另外啊，酒精啊消毒比这个更重要哈、啊。国立的机关都已经开始在用酒精消毒了哈、啊。酒精消毒啊，勤洗手比不上酒精消毒啊。H5N1 那个哦，死亡率讲50%，禽流感那个，所以禽流感那个死亡率高，这死亡率低。